开局就要1800。大家好，我是立秀。众所周知啊，袁术一直认为是一个打爆发的武将啊，但是由于他的数值加成不高，而且暴击啊也很看运气啊，因此相对来说输出啊不稳。今天为大家带来一对玩控制的袁术啊，投稿的朋友来自2091福的你的爱豆哥哥。大家有三战的有趣内容也欢迎投稿。袁术弱就弱在战法的第一句话，战斗前二回合中任一回合提高100%会心和奇谋几率啊。爆发队打的就是前二回合，袁术有50%的几率第一回合就废了，因此号主的袁术啊加了30点速度啊，目的很明显，就是要打控制啊。其实对于白板来说，全速也是可以的啊。这里袁术带落凤加横扫啊，而且有25%的主动战法发动几率加成下，第一回合打出控制的几率啊很大。沮授是队伍的核心，肩统正军能让落凤横扫盛气的控制和镇压黄金的叛逃效果增加一回合。由于阵型和兵种优先级高于指挥战法，因此肩统正军对八门金锁和无当飞军的负面效果啊不起作用啊。最后朱俊再带一个杯蛇增加点伤害和续航啊。兵书也是因地制宜啊，袁术攻其不备鬼谋和降威增加输出，沮授旗阵相生啊，因为肩统正军对普攻啊是有伤害加成的啊，而朱俊的以制击乱对处于控制状态的武将啊造成的伤害提高。第二回合的盛气和镇压皇军啊刚好契合啊，这个看上去相对平民的白板队伍啊玩得还挺细的啊。下面看战报啊，第一场打的蜀之志输得很惨啊，袁术啊没有发挥，朱俊输出了13000，这是鏖战三场的战报啊。第一场甘太成，第二场三思路，第三场周某啊。这场打的太未顿了，我们铲平啊。大家发挥也一般，打高红的盾兵啊不用说了啊，控制不下来的。这里朱俊的输出啊还是比袁术要高啊，打兵种克制的五虎啊也是没办法啊。概率游戏啊，这场也是打的数枪，朱俊输出了15000啊。这个鏖战四场的战报打得很漂亮啊，第一场打的妖星队，第二场桃园漂亮，看来控下来了啊，控下来了，虽然我方输出啊很低。第三场三四旅啊，这个 SP 郭家什么鬼，其实用老郭家对于三四旅来说还更好啊。第四场没办法了，版本答案输了。最后看一个鏖战三场啊，第一场甘太成，袁术输出终于比朱俊高了，嘿嘿。第二场五峰镇的小妹啊，说实话啊，小妹不是满红啊根本玩不了的，比较拉胯，就比周某啊强那么一点点。第三场蜈蚣啊，这个就输了。总体来说啊，这对控制流的袁术啊还是能玩的啊，毕竟有一点胜率，队伍没有主力输出啊，每个人打那么一点啊再控制一下就赢了。喜欢和立秀聊天，每晚10点来 B 站直播间永久免费看号配将，那么我们下一期见，拜拜。